升舱到了商务舱的第一排，这个快落地的时候升舱了。这样我们可以第一个冲下飞机，然后去乘那个到香港的飞机。Hopefully we can catch it. 对 ，Let's see. 然后巴黎这边有点烟雨蒙蒙的，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妹妹，也准备要转机去这个去香港。她是华裔还是法国人？父母就在那边的飞机上，然后呢，这边这个飞机是有 WiFi 的 ，free WiFi actually，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。所以说他应该给他爸妈发了信息，让他爸妈跟那边的人说，我们正在努力的飞过来，所以说 hopefully 应该可以赶得上。所以说 hope for the best， 加油加油加油飞！这都已经是机场了，但现在我们的高度还是不低啊，那个我们现在还是挺高的。对啊，这边已经全是飞机了。CDG 它应该有好几条轨跑道，应该四条跑道，但稍微差是错开的。所以说 ，Here we go， 我觉得下降速度挺快的。